这怎么着一刀来绞起嘛？这个是绣花的，这皮都看了的。谁拿起皮都看了？得白个放大家才对的了。我怕这个皮花，这绣花跟那不是一样的，你拿起一个个的拔的。 啥东西？咱们家要活子，都不是肉吃，你看他吃的护卫的，我这，哎，一个药材。你大爷吃手术都两个，给我黑我去！你这，这不是药，这是药，这是药。 这个辣椒最下饭，我说最不能吃，就是感觉就不求目标。要买可不噻，我都没有讲，行了，哎，出开吧。哎呀，这个辣椒都掉死了。 这个我要了，有意思，做好了，这家画的多鲜红，这标准四川菜噻，真香，就做照片了已经，包小图也弄错了点，你看看。 都吃完，有啥子的？算了，外头下点面，和点儿，哎，我就绝巴了，没必要，真香。